瑞斯的美容仪虽然推出才一年左右，但在同类竞品中目前的市场认知度大概是在第二等，想要获得突破，把自身特色最大化是非常重要的。以上就是我们对 NOPE 这款品牌发展的所有想法。哎，郑总监，如果将这款产品改成为一种类型的女生的话，你更喜欢哪个类型？我就开个玩笑。老大 ，X 找您。X， 最近你这边的业务挺忙的吧？还好，刚从那边回来，案子拿下来了。打住！除了工作，还要多放一些心思在你个人生活上。当然了，我不是说你热心工作就是坏事，生活工作两样抓起来才最好的。我还是希望可以看到有个人可以照顾你，把你的生活好好的打理起来。如果真要有个人照顾我，我觉得钟点工阿姨可能不合适。钟点工阿姨怎么和女朋友相比呢？人家哪能对嘘寒问暖、知冷知热的？Alex， 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你呢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好，但要有点生活情趣，让大家都可以偶尔的透下气嘛，对不对？相亲那边我会继续参加的。昨晚相亲的感觉怎么样啊？那你是简单说一下对方没问题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停，我也是男人，我懂，有的时候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，只好把心思转到别的事上，不要有太大压力，一定要接受情感治疗。我已经在公司人力那边提申请了每周2节情感咨询课程，也算是你这么多年兢兢业业效力公司的福利，千万别排斥，专业的人一定能够帮到你，加油。